2019年9月27日凌晨4:30，孔院人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今天我们要去我们孔子学院的孔子课堂进行大型的中秋文化活动。一天的活动结束了，真的是充实而意义非凡的一天。你问我们苦不苦，累不累，值不值得，我想所有的答案都写在了我们的脸上。